走兽与池边，所持俱为群生体，所合俱为血浓家。接下来是腹大咽小难吞咽，那在这地方整个肚子胀起来的一个动作，腹大咽，我们用食指来指你的喉咙，小，你要吞下东西就很难，这个是一个吃吞有一点往下的动作，难来呈现。好，接下来是美食入口化红咽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打好吃的东西就口了，要入口的时候忽然间会变火焰燃烧起来的感觉来呈现。我是君为君生体，所合君为血浓家。长街